and action. Okay. Yeah.你的个性比较没有耐心，他只要一进入状况，他就会很专注，然后他对人其实都没有问题。玛丽其实我觉得现场的很多状况是他原本就会怕的，比方说那个收音的棍子，或者是说机器架在那里，因为现场其实属于比较暗的，可是因为玛丽视力比较不好，每一个动作其实我们本来练过，在现场好像又变成一个新的动作。哎呀 ！OK， good job。Sony， 帽子给妈妈。Sony， 呀，乖乖。我们那两只主角特别爱吃，所以我们就会用食物作为很大的奖励。它应该其实已经蛮快了。对，我们这么老了，抚摸也是，所以它做得很好。我们很多时候也是用口头奖励啊，你好棒，好乖，然后摸摸它这样。以后验好就会给他东西吃，所以他就听到声音以后，他就会自主的先去看验好。玛丽的动作是抓抓人，那因为玛丽不太爱用前脚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也花了很多心思。玛丽莎，耶耶！玛丽，手手手手在哪里？对，手手手手手，玛丽莫手，比较困难，我觉得都是狗狗自发的。比方说，现在要摇尾巴了，我就想说，哦，现在要摇了。那我就那时候就想说，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他这种趴下的时候比较看得出来。对，像左右摇，摇屁股就好了。准备好了，呀，这食物在哪里呀？聪明哦，快点，中间有一个过程是 Sony 要去咬那个主人的衣服，把它往后拉。那这个其实我们会希望狗狗平常不要乱咬人家的衣服，所以它其实已经不会这个动作，我们就是要另外再教。跑走了，我先想一个。嗯，破。哦，好棒，你很准确。对，破。刚才破好像都破得很好，哎，蛮厉害的。现在可以随处咬人。叫 Sony， 这次呢叫做 Panasonic， 特别就是等待。
印象最深刻的话 ，Mary 她，我躺在床上，她把我舔醒，然后口水滴在我的脸上，洁牙凝胶。为什么要用这个？就是拍吻戏之前，要有 sense， 口气清香，要口气清新。玛丽来，快点刷牙了。期待又带一点点的害怕，然后他们帮我去放狗的饲料的屑屑，或者是涂，所以我们是涂气丝在脸上。我有养猫咪，所以会被猫咪舔，那猫咪是刺刺的，狗其实就是湿湿的，其实很舒服，就是一个温温的舌头在脸上这样子滑过去，它的口水就这样一直滴下来，然后这样滑到嘴巴，然后我想说我是要张开还是闭起来，张开的话就会吃到里面。我觉得这几个跟它那么亲密的互动对我来讲是很难忘的经验。那一场戏比较困难的点是我得顾我的情绪，然后我又得顾狗狗的动作，所以对我来说我没办法很认真的培养情绪，然后我又会想一直瞄它，所以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。然后摄影师也得抓准时机，希望拍到两个就是我们都表现最好的画面这样子。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完成的一颗镜头。玛丽的表现跟 Sony 我都很满意，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年纪都有点大了，可是能够重复的一直这样子的做，然后又跟我们之间的默契都还是在，我其实就觉得很开心。Sony 啊，玛丽他们都是有受过训练的狗狗，所以非常的听话，然后很聪明。是玛丽耶。过程当中，他还有拉被子的动作、端碗啊等等的。那而且 Mary 她的脚已经不太好了，然后她眼睛看不太清楚，又听不太清楚，然后她还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。看她现在虽然很累，但她真的很厉害。